AKB
一个一个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了，因为其实有你们个人的粉丝。好，来来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涵。平涵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晴。雨晴。大家好，我是云哲。云哲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丽。嘉丽。这是我们的第四张单曲，然后这个名叫《呜吼呜吼吼》，然后它是一首充满正能量、然后欢乐活泼的歌曲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而且因为有别以往，你们其实比较多的大动作在这首歌呈现，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比较 man power 的那种，就星星锤啊什么的。我已经看第十遍，我真的会跳，呜吼呜吼。你们教我一下副歌。呜呜哇呜哇哇哇，跳起来啊！真的很厉害，很难。他说不行，不行。跳起来啊！你们老板不行，不行，可以。好好记哦，因为这样子做一些手势跟动作。你们练了多久这支舞？练了蛮久的，因为它有配合，因为还要整齐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你们每一次其实队形都不一样，因为你们都会换人。对。很累耶，你们都练到几点呢？12点。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学生比较多，所以就从晚上开始练。好辛苦哦！你看你们现在上课，上完课还可以看演唱会，他们是上完课然后练舞，然后练唱，这样对不对？看演唱会。没有啊。对啊，很棒啊！看演唱会，因为其实这首歌是你们第四张单曲。对。那你们什么时候有计划出专辑，还是不止？还是就是在筹备？没有买吗？这个详情呢，可以上官方网站上查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大家详情呢，如果想知道 AKB48TV 还有之后有什么单曲，大家记得锁定哦。不管是 IG、YouTube 还是 Facebook 的粉专，都要锁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拍一张大合照，好的，同学们。转过来，然后以 KTV， 可以拍影片，然后 take 我们的官方 IG 好吗？好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请听我们带来第二首歌，《看见夕阳了吗》。Thank you.
跟着唱啊，我唱。TTP Festival。